飞机，你好，飞机。你好，你好，你好。那个要两杯冰美式，然后再要两杯热美式，一杯热拿铁，一杯摩卡，糖可以少放一点，再要一杯橙汁。赶时间，快快快！好，谢谢。 A99，明天在一块工作。OK。哎，等一下，不好意思，来急一下，帮我按个38。谢谢。奔跑吧有限公司，哎呀，业务部销售业绩，哎，我怎么没星啊？你这不太好，你这有点过分了，怎么给颗星了，好不好？哎呀，哎，燕林来了，这么早来上班了？坐好了啊。哎呀，我没迟到啊。什么没迟到？我第一个到的。你说你……哎，我刚刚看见你在楼下跟一个美女……啊，对啊，一起下车。那是昨天晚上你们……不是，我们只是拼车来的。那是隔壁公司的啾啾。哦，啾啾。对，啾啾。你老打电话给啾啾，我老听到你中午啾啾一起吃午饭吧，一起吃午饭吧。不是，那啾啾他对我很热情，对吧？是你自作多情吧？不，不可能。我看你老约人。没有。哎呦，来！哦，干嘛这么这么晚？晚吗？我是踩着点来的。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喝酒了？没有啊，昨天晚上啊，太太有点不高兴，是吧？说是让我离你稍微远点儿。说呢，每次聚会你都是第一个走。那必须第一个走。你简直了，你看。哎呦！我没有迟到吗？你迟到了。姐姐，这个是买给你们的。哎，你能不能买点营养早餐？多吃点，每人一份。哎呀，你是想胖死我吗，卢卡斯？鸡蛋灌饼。我没迟到吧？每个人进来都问这一句。我主要是没赶上公交车。给你发红包，别废话。走。最后一个发红包，王彦霖肯定迟到，100%。王彦霖昨天晚上在这儿呢。哦，加班啊？嗯，你这加班也不跟我们说一声。来，给你买咖啡啊！咖啡！哎呦，不好意思，小弟初来乍到啊，哎呦，太好了！哎，哥！哇！哎呀，昨天我晚上有点失眠。失眠了？对，我就想着咱们这个公司的业绩啊，我得跟大家嘱咐一下。作为咱们这个公司的领导，作为这个退休返聘的人员。退休返聘的人员，我说咱们公司的业绩要加油。对，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要给自己鼓个劲儿。好嘞，对吧？清早起床，面向太阳，满满的正能量。嘿，嘟嘟嘟。哎，还有两个员工呢，我们还有俩同事怎么不见了呢？欢迎大家来上班。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宁波第一高楼环球航运广场。这个大楼里的浙江省海港集团有全球最大的港口宁波舟山港。各位都是来自我们奔跑吧有限公司的职员。你们当中的一位同事呢，王彦霖，因为去墨西哥出差了，所以今天不能出勤。因为他在呢，这儿，灵魂在。我们马上有两名刚刚通过面试的新员工会加入到你们当中，让我们欢迎他们。欢迎！在哪儿啊？我又来了。怎么又是你呀？怎么是他？我又来了。大
家好，我是新进员工。欢迎小朋友。你好，你好，你好，学长好，学姐好，学姐好，学长。哎呀呀呀呀！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对对对，我们是一个小组，有你在就好，有你在，我们是一个业务小组。学姐好，学姐好。上学的路我只带你走一次，不管你是要撒面包屑还是沿路丢石头做记号，随便，不要再来问了。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结束了，不玩了。下一期你还会看到我。让我们再次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王嘉尔和郑元畅，欢迎大家。请大家入座吧。在座的各位，白色的是我们今天的业务一部，蓝队是业务二部。今天董事长为了激励大家，给你们两个部门分别发了一笔10000元的奖金。哇，这么好，那么好，有钱收。今天我们会进行两个部门的业务竞赛，每轮比拼中输的那一方要把你们奖金卡里面一半的金额转到对方的卡里。一半变5000，五千变2500，2500变成1250。今天我要跟大家拼了。我也是，我也是，拼了拼了。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董事长登场。董事，还有董事长，来呀，欢迎董事长。再见，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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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看见董事长里面的西服有点紧吗？用这个来掩盖一下。你们聊完了没？聊完了，聊完了。我真的是董事长，我没有时间跟你们闲寒酸在那边。你有钱吗？闲聊。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是董事长？大家都挂着工牌，看看我这是什么？名片。来，发一个看看。发一个过来。来来来，杨迪，小郑给他们发。那个董事长，我也姓杨的，算是本家。嗯，对，但是没关系，我们不找这套业务。不搞这套业务。各位同事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董事长有事情要宣传，好不好？啊，好好好好好。谁最帅？董事长。谁最高？董事长。一起来。谁最棒？董事长。不是，你们怎么回事？说不出来啊。不是，这个太突然了吧。小镇来亮出我们今天的奖金卡。谁帅？董事长。谁最高？董事长。谁最棒？董事长。好，奖金卡给他们亮一下。我真是一群见钱眼开的人。真有卡？金卡？小金卡？这个是你们今天最后争取的一个奖金，但是里面具体的额度还是看各位今天的表现。我真的特别想知道董事长，我们具体是干什么工种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看就知道了。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行程要到东南市场去业务洽谈，总共有4个行程，第4个待定。所以今天早上第一单我们就是要跑业务啊。但是我们公司经费有限，大家看我穿着知道我们公司好像不是特别有钱，都穿在身上了，都穿在身上，所有的钱都在身上。所以今天跑业务的时候，各位只能坐公交车，只能坐公交车，只能报销公交费，好吧？没什么别的事了，我就要先撤退了。然后各位去跑业务，好不好？我等一下，等一下，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就简单几句就解决完了？因为我只记到那儿，环节本来就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来，你问我太多，我后面也搞不清楚。各位业务员，加油，好不好？好，小郑走。董事长，你不跟我们一起吗？坐公交车我才不去坐，走。好好表现啊，小郑开门。开门。这范儿。受不了了，我们走吧，上班族。奔跑专线，我们来了。哇，奔腾脆脆脆呀！啊，车站，车站。我们刚刚跑了9条街。
许许多多的上班族呢，每天都会选择乘坐公交车来通勤，早晚高峰时人非常多，常常没有座位，有的时候连扶手都没地方可以抓。所以我们第一项要比拼的就是谁在公交车上可以站得更稳。谁在公交车上可以站得更稳？公交车上站稳了，每个部门派出两名成员，在公交车行驶期间，成员需站在规定的圆圈内，且不得倚靠或手扶任何东西，直至终点。到站后，总计犯规次数少的队伍获胜。是摇摇车是吗？我能站得很稳。再特别提醒大家一下，输的部门还要接受一个小小的惩罚。哦，希望大家要加油了。在此之前呢，董事长还是有话对大家讲一讲。还有这怕？还有戏？还有这怕？不用听了。不用了，游戏规则知道就好了。董事长好，董事长，欢迎欢迎，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喝一个。为什么董事长每次来都有一瓶安慕希，喝不了那么多？卢卡斯，你也太……这拍上马屁了是吗？辛苦了哈，同事们。不辛苦，不辛苦。那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出来！哇哇！哇，这是小弟是吗？要要要要要啊！什么意思啊？大家好，我们是奔跑基因，我们的目标是奔跑不停歇，业绩冲上天。我们是不是最棒的团队？是是是，业绩业绩业绩，我们的口号是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董事长，你摇人是什么意思？你，哼，打你们！等一下，这都是你的人是吗？都是我的人。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小杨，举手。到、哦。你看，看到没？这么配合干什么？看到没？还要不要来？五个。小王。小李。到。接下来，顾荣家族的人在吗？哎。走。到，你看，你给我，你还要吗？诸葛家的在吗？在。真给面儿。这都是综艺天王啊，这每一个人。这就是董事长请来为你们加油助威的职员。欢迎欢迎！刚才通过大声的去喊出我们的这个口号，是能够让我们团队有一个更加凝聚向上的力量，以及去开启我们崭新而又美好的一天。谢谢，谢谢。董事长还有话说吗？我没有任何话要说，我还有吗？有。你忘词了。你少赖在我身上，我根本就没。通告费减半。姚一天自己忘词了，那就上车吧，准备跑业务，走走，坐好哈，是董事长开车。有没有保险？为我们担任裁判的是宁波市公交都市杯文明服务之星周培军。司机师傅马克力获得了2017年全国公交驾驶员节能技术大赛宁波公交选拔赛个人第一名。你好，你好。有请业务一部先出战。我决定派我们组两位沙田皮皮虾。沙田皮皮虾。小区选手。第一轮，请准备。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加油！车辆起步，请做好准备。加油，下盘，下盘要稳。哎，可以这样吗？不要碰到旁边，只要不要出圈就可以。哇哦！哇，速度好快，感觉起来了。哦，马上应该是个左转，我相信是个左转。哦呦，来了来了，是个左转。谢谢啊，谢谢。哇塞！哇塞！你好厉害耶！哎，那个坡，这个坡，上坡应该是往前，那往前啊，往前，往前，这个坡挺厉害的，我来、啊，哇，哇，这兜一圈，下坡，下坡，就把这辆公交车想象成一个大滑板 ，LC， 马师傅，你是参加达喀尔拉力赛的吧？等一下，小心！我觉得他肯定会，我觉得他肯定会。LC 突然间。
有人过马路，下盘很稳，王嘉尔，真的，他不愧是练击剑的，对。王嘉尔撅着屁股都没怎么动过。前面是什么？前面是你们挡着，别挡着，给我挡着看不见呢。看，左转，左转。我应该是往右还是应该是往左呀？对呀。哦呦，来了来了！哇 ，S S S 弯的。有点像，刚才都侧着了。Michael Jack， 等一下，等一下。继续，继续。我都跟着脚跟着使劲，你知道吗？我脚一直在用力。在玩滑板。哎，我有点晕这个。那我干啥？你蹲坑半个小时，腿都不会累。我现在大腿已经开始疼了。哇 ！Yes！ 哇，厉害！完全太厉害了！哇，真的不行，太难了。这样，真是铁 LC， 太难了。What's up, bro？ 铁腿赢了，5000块。接下来我们有请业务二部出战。来吧，那我们俩，我们俩来吧。业务二部，请准备。郑凯啊，你有优势。我怎么了？就那个高度上，你有绝对的优势。没有啊，我劣势很大。海拔低的话，地盘稳。业务二部，车辆起步，请坐好站位。郑凯内裤边都露出来了。哎，不要这样。左转了是不是？右转，右转，右转。右转，哎呦，这都歪成这样了，准备要上坡，很难呐、啊！等一下，真的，别小看他，真的。与其注意你的圈圈呢？不会摔车。这么急的刹车吗？你看那俩还有戏呢，还在对话呢。正常来说，司机应该说不长眼睛。那就算了。S 型的，很难，所以超难。与其可以稳住，稳住。你是不是鞋垫垫多了，底盘不稳？要不要多？我不要多说话。他是不是那一天？你是不是那一天？不是我。右转。Oh no！ 稳住，稳住。不要说话了。我真的觉得这个员工可真不行了。这个员工的下盘太差了。等一下，你这下盘这个样子，怎么放心让你跑业务？到站就下去。他是来搞笑的。还有，哎，内奸，今天不会真的有？怎么？哎，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自己上。不是，你这不是腰疼的事儿，你是下半身都已经失去控制了。这个下半身不行。业务二部郑凯出圈9次。九次。所以你要啾啾是吗？哎，你离开公司，我叫啾啾。9次，你是不是以为这游戏是比的谁出去的多，次数就赢？董事长可能要回家。董事长要晕车了吧？董事长很久没坐过公交车了，可以蹲下。我们有请两位师傅为我们介绍一下乘公交车的安全注意事项。大家好，公交车在平常的运营过程中会受到不可控的路况影响，我建议大家呢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呢不要随意的在车厢内走动，以防发生意外，然后确保安全。谢谢。进行这样的一个站稳的游戏，也是想提醒广大观众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扶手。业务二部挑战失败，所以你们要接受惩罚。
一位，就一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意让郑恺受惩罚的举手。这样就没有董事长。董事长不好说什么，董事长这会儿带的人都不在，董事长也不敢多说什么。惩罚他们吧，董事长旁边看看。来吧，站在斑马线中间。白色的线。这什么？干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干什么？这是这中间，然后一甩，真的假的？要弹脏了？一甩这不是吧？是中间嘛？这样吗 ？OK， 拉起来。真的假的？要干什么？你们这什么惩罚方式啊？站好不要动，其他人大家可以往后退。哇！什么？跑出来一堆七仔。好了。脸朝这儿，脸朝前，来，一二三，放，放，炸！那个声音，这好疼啊！这看起来太狠了，业务不好的下场，这就完了。郑恺再有还有一次啊，再来一次。把两边都抬高一点点，什么东西的这个？把两边抬高一点点。不行的，我还没结婚呢，我还没有孩子。等一下，我等一下。好，王艳玲，来，手当。这样，哎，这样出不去了。够了，一、二、三，走。CPR 天雷，感觉是弹到了郑恺的脑子。业务二部挑战失败，所以业务二部转一半的钱转到业务一部。五千啊！有哎，哦，真有哎，15000。我们15000了，那我们可以。你是想现在就离开这个节目，然后出去花钱是吗？好的，恭喜各位业务员，这单业务跑得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公司的仓库积压了一批质量非常好的帽衫，好，所以董事长决定这批帽衫搞一个促销的活动。好，希望各位业务员把这个活动好好搞好，好吧？董事长就先走了，小郑，嘿，打伞。没有雨啊，你是遮阳吗？哥，没有雨，没有雨，我也要打伞。慢走，好了，好走啊。但你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顶起来啊，哥！Hello， 快点！哎呦，董事长，等了你们很久了。老板，你好，适合吃香蕉。吃香蕉，多吃点。站好。等了你们很久了，作为董事长真的很窝囊，永远在等你们。是。来，讲。
就像早上董事长跟大家讲的一样，仓库里积压了一批质量上乘的帽衫，董事长也想到了用帽衫对决的方式来促销我们这一批帽衫。我想的，董事长英明，从哪儿看出来的？你告诉我，从哪儿？我这双智慧的眼睛就看出来了，智慧的眼睛。Amazing， 快戴上，快戴上！什么吓死你？怎么说话呢？帽衫对决。两名不同部门的职员穿上帽衫，戴上帽子，将帽衫的绳子和对手系在一起。率先看到对方帽子上词语的人获胜。现场有十二位市民，你们帽子上的词语会由他们为大家出。这个凯哥太吃亏了。你怎么知道身高高就占优势呢？身高高就能看见了。这一轮，我们就赢你们的7500。赢完是多少？赢完是多少？赢完是12500。再输一次是多少？再输一次就是6250。再赢一次？再赢一次。没有那么多环节，一共四个环节。身后的衣架上有你们的帽衫，每个衣服上有贴有自己的头像。如果不是帅的，我拒穿。我告诉你，有帅的，是吗？这是谁啊？这是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点都不像啊。请问这跟我们卖帽衫有什么关系？怎么啦？质疑老板吗？哎 ，baby 那个好好看呢。谢谢本人。放那。怎么啦？首先有请第一组郑凯和王嘉尔。你要看到他的字，不用看到他的脸。我可以给你们一点点提示，都是形容你们俩的。英俊帅气。来，准备。这个游戏是为了看，不是拔河。你告诉我，这怎么玩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衣服上贴你们的照片了，因为一玩起来不知道是谁。天哪，为什么？你的命运就此联系在一起，真的。小心！好累！哎，等一下，会受伤啊！你想放赢的去，难分胜负。铁公鸡，你怎么看到的？因为你停了，太不容易了，真的。恭喜王嘉尔，第二组要出战的是晨哥和亚文哥，有请。好累啊，看着都累。刚才我说了，让他们那边给我写一个字就可以了。这位是哪个热心市民写的呀？这个文凭很高。哎呀，我的妈呀！哇，还好不是我，很难吗？我到明天我都动不了。请准备。
了，感觉。哦，不能上手，不能上手。跳舞呢，你俩？好美的画面。好渣呀，好渣呀。傻傻瓜，操，你不许骂人。皮丘皮丘，太厉害了，这是饕餮是吧？嗯，他一看就知道，直接旭熙觉得能读出两个字好了不起是吗？我一个星期我都读不了。我们接下来请 baby 和宋雨琦出战。天哪，姐，靠你了。哇，好难哎，觉得。团队的荣誉就看你了，团队的荣誉，团队的荣誉。好紧张啊，你这个游戏。哇，这个太简单了。哇，这又是我不懂的，完蛋！嘉儿，你悄悄告诉我，我知道这是什么？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是王彦霖还有朱亚文合体的一个名字。二一，哇！等一下。不是，等一下，我看你刚才这个是个，你这个特别像矮人族，你知道吗？胡子都拔到前面来了。不是，他刚才就像一个蓝色的章鱼，你知道吗？章鱼船长，然后就是上来，好吓人的画面。哇！你别亲我，姐 ！Baby 姐 ，Come on！ 他们两个所有的动作都是完全同步的，你知道吗？久了换过动作吗？好晕啊，我好晕，等一下，等一下，顺时针，等一下。哦，春天到了。不对。哑铃哥。对。春天到很像，说实话，写这个看的人写的真的很像春。春天到。其实这个一蒙就能蒙出来了，看不到啊，然后就赢了。我刚好像一直在说，您已经说了，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们的画面还是美的。恭喜 baby 这一轮答对，业务一部暂时领先。耶、yeah, ，我赢啊！中文达人，你是怎么好意思号称中文达人呢？我先跟各位热心市民解释一下，我卢克斯这个在香港长大，现在在国外学习，所以各位老师给他出题的时候稍微不要太难了啊，对，写个草书就行了。哇，这个他可能不懂哎。王嘉尔，这个词你认得吗？当然认得。哦，好。哎，好像我为什么回答？一来就收。Lucas, come on. 中文达人。那边你随便他看，那边又没有。这玩意儿都得得这个，你知道吗？ Lucas, come on. 俾啲气势啊喂。你这什么意思？给点气势。狂妹啊。Lucas, 气势。给点气势。哎哎，
你们什么时候变这么好朋友了？华尔兹，爱的华尔兹。我很开心认识你。这是什么颈椎病？再来一轮吗？没有没有，结束了，结束了。我再来一轮，再来一轮。恭喜我们的业务一部获胜。接下来业务二部卡里的钱转出一半到业务一部的卡里。给他们。开心的时刻到了，哎，17500，哎呀，只剩2500了，没事，够给雅丽英哥买个裤子了。其实我们卖帽衫也是一种销售的模式嘛，就像小红书六周年庆都惊喜盒子，玩顶盒子游戏可以获得大礼的活动，很厉害的。那各位职员们辛苦了哈，接下来我安排了各位需要用到你们的脑力、智力、体力，不知道用不用啊？非常厉害的一个谈判的竞赛，有没有信心？有哈。有。那我们就谈判竞赛见，好不好？好。走吧。谈判竞赛，在这里要测试的是你们两个部门谈判和博弈的能力。害怕辩论，所以待会是要用聊天的，肯定谈判嘛，不用说嘛，谈判我最不行。干嘛把眼罩戴上啊？不会带我们去那些很吓人的地方吧？哎，我好像跟你们分岔了。Lucas 去哪了？是在这儿。OK， 我们四个都在这儿了。哎，他们好像跟我们不在一个房间啊。对，只剩下我们四个了。各位成员请注意，请摘下眼罩。密室逃脱，密室。哎呦我的天！密室，密室啊！哦，要逃出这个房间？真的吗？哦，要找线索。脚尖儿，他始终是向上，他心里非常兴奋。他话多，就是显示他的这一轮的交锋就属于一个无效沟通。哎，有点奇怪哦，这个会压我们的，会压我们。等一下，哇，这么快 ！Oh my god！ 小心，哇，好可怕！本轮竞赛要测试大家的谈判和博弈能力，谈判能力测试共分为三项，每失败一次，房间将会缩小一次，最终房间面积为零的部门淘汰，另一部门获胜。房间面积为零，那我们也为零了，我们只能躲在那里。第一项谈判，知己知彼，一部门负责答题，另一部门负责预测对方是否能够回答正确。如果答错题目或预测错对方结果，房间将会缩小。互相猜对方的心理，你觉得他是故意写对还是故意写错？这是心理战。请看第一题。目前使用的人民币版本中100元人民币的背面是什么？背面是那个哇，他们名。第一题，请蓝队作答，白队预测蓝队能否回答正确。同城吗？我觉得他们会传错，我感觉看他们的表情，布达拉宫什么山来着？布达，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好像是。人民大会堂？不是，天安门？那是正面吧？来，我们往这边，我上两下。我觉得他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的几率会多一些。正看摆出一种呆滞的表情，其实从他肢体语言就能看出来，他没有什么太大自信啊，对吧？所以眼神经常向下看的时候，他是没有信心。应该是喜马拉雅。
哎，不管了，不管了，就这样吧，来吧。答题时间到，请亮题吧。哇塞，他输好多呀！太久没有花钱，没事儿。我在家里也没有经济管理，也没有钱花，也没有钱花。他们错了，所以你们是猜我们答错了。对，哥，如果没有你，我们三个就垮了。不是没有姐，我也不知道，我们已经被他压碎了。没关系，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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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下一题，请白队作答，蓝队进行预测。啊，闯关东的关指的是闯关东的关。完了，我真的不知道。燕关东是什么？燕关东是什么？什么燕关东？闯关东啊！闯闯哥，闯闯关东、啊。闯关东是什么意思啊？我独断独享。别欺负我！别欺负我！哥哥。这个肯定知道，山海关是山海关吗？这只有他才知道这个题。告诉我们吧，雅文，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吗？不，我现在不明白这游戏规则，是我告诉你对你们有利，还是怎么着？我们谈判一下，你告诉我们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你们呢就猜对就好了，那两边都不用变小啊。所以贝利已经开始合作共赢，对，他很主动的在找合作的机会。如果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你信吗？啊？他走的是西口，闯的不是关东啊？真的吗？雅文哥，你告诉我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山海关以东，上北下南左西哥，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我们两个不知道这个情节，我们先跳出去。我们先跳出去可以吗？我打谁雷啊？我真的不知道。喂，我们找线索，可能有线索。嘉峪关，还有一个什么关？水浒传有没有帮助？没用。哥，阿西诺帮不帮？不，这个别说话，让我想一下，我想不起来那个是。嘉峪关，快点呐、啊！到底什么关、啊？什么叫闯关东啊？我觉得他们可能除了山海关以外，不知道别的关。对，所以他也只有写山海关。对，所以我们就赌他是对，这个分析可以吗？就是他了，我不管了，就这个。答题时间到，请亮题板。恭喜两队，回答正确。Yes， 我猜对，我差点猜成嘉峪关。就都猜对了，都猜对了，不动。我唯一知道的关就是开关。我知道关东煮。我们有你真的太幸福了，哥哥。我们两个傻。是山海关吗？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呢？因为我们得试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嘛。但为什么外边还有一个这个谈判桌呢？第二项谈判，行为预测。行为预测。桌上有三道宁波特色美食，分别是 A 炸汤圆， B 红糕呛蟹， C 螃蟹炒年糕。请问董事长会先吃哪道菜？今天什么事？一会儿他会进来，是不是？哦，为什么？搞得好神秘。这有点太夸张了吧？有请董事长。哎呀，我觉得他刚才一直在吃甜的。汤圆。董事长董事长还缺钱吗？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哎，作弊啊！快点，保安。他给了张支票。我觉得是 A。我觉得人在吃完中午饭以后，一个四川人应该吃一口甜的。是你先吃什么？我觉得
我会吃左右边的那个蟹。蟹，你先吃什么？是好家的。你先吃汤圆，我先吃汤圆。你也先吃炸的。对。答题时间到，请亮题板。选什么？选什么？汤圆。汤圆。汤圆了。不过他会吃螃蟹。我觉得一定很咸。请董事长用餐。你给他拿筷子。啊，他吃黄瓜。他吃蟹，呛蟹。No， 真的吃了螃蟹。等一下，哇，这么快，这么多，哇！你怎么吃了这个？我最喜欢吃这个了。但你中午刚吃完饭，你刚吃完饭还吃什么呢？所以吃点蟹，蟹不长胖。这怎么蒙啊？因为一定要认真的观察它，是吗？然后那个第六感。不过他会吃螃蟹。我觉得一定很咸。不是他会吃螃蟹。那你应该强力的制止我把这个改过来。因为他不是不知道情况走进来第一口吃，而是他坐在这里想了很久。好难啊，这个。哎，第二题，给大字加上一笔，董事长会怎么加？太多了吧？第一反应是什么？犬。你呢？天。你犬和天。我也是犬。What？ Are you crazy？ 就是心理暗示很重要。郑恺很机灵的想要去影响董事长。嗯。哪儿来的狗叫声？你去观察一下。我觉得是太。我跟你讲，这有无数种可能。我告诉你，天、犬、太。选一个最符合你气质的吧，董事长。最符合我气质的吗？答题时间到，请亮题板。写什么？给一个女人的直觉。啊，我不知道是天还是犬。随便给一个女人。天和犬，你们选一个。天。请董事长作答。好多呀，逃之夭夭的夭。你这思维有点跳跃。我让你选一个符合你气质的，不是让你选夭。我现在选完这道题，我就马上要逃之夭夭。我们选的至少接近，真的。我们是天，你们是什么？犬。我绝对不可能写犬。你不是嗷嗷半天？为什么？听到了，我是随意而为。大哥，你怎么能想到这个字？我都忘了还有这个字。我也忘了。哎呀。猜不中董事长的心，怎么让你们挑公司的大梁？真的是，我逃之夭夭了。各位成员请注意，还有呢。第三项谈判，深藏不露。什么东西？深藏不露。什么叫深藏不露？深藏不露。两队各有50颗钻石需运送。还有呢。一队负责运输钻石，另一队负责审查。运输队可选择运送或者空箱。Half half 还是 all in 敢不敢？而审查队选择开箱检查或者放行。放你们走。开箱查验出对方携带钻石后，所运输钻石归审查队所有。Yes。若开箱查验出为空箱，则运输队获得额外奖励15颗钻石，最终钻石数量多的一组获胜。啊，我知道了，心理战，考表演，考演技，测谎仪。其实这是一个测谎与反测谎的游戏。对，他们可以有一些表演了。
第一轮由白队运送，蓝队查验。就是我们主要是以拦截为主，就是赌他哪一把运箱子出来，就猜他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他有没有。现在咱们首先要判断这四个人谁的表演痕迹最弱，就是有可能让谁去带东西，咱们先得商量这个。我觉得要不让先卢卡斯先出，可以啊，可以啊，你就说里边没东西啊，你一定要演里边没东西。练习一下，里面有东西吗？没有。哇哦，可以吧 ？OK， 来，请第一位谈判者就位。你去吧。好，我来吧，快点儿，来，快点出来，随性一点好不好？空枪，空枪，试一把。哭了，放松一点，放松一点，放松一点。你的箱子里有十个以上的钻石，对吗？西西露出了不安的脚步啊。妹妹，说了个什么？妹妹，妹妹是什么意思？他说秘密。刚才是李晨在装箱子是吗？卢卡斯已经紧张爆了，他现在流汗。蔡康，他说了个菜糕，他是在骂我吗？他说是做菜糕，你个菜鸟。哎，我们开一个吧。黄旭熙已经成功的把朱亚文给误导。当朱亚文说想开的时候，黄旭熙故意的做出一种更为紧张的一种姿势。对。耶，亚文，给你再给你一次机会。啊！别演戏太过了。开了啊！耶！我们有十五个，是不是？是的。没有啊，没有。恭喜白队获得额外奖励十五颗钻石。来来来，你拿石头出去吧。他们现在会分析我们的心理，我们是不是着急要开箱，还是敢不敢放？还是晨儿你出去不带吧。真的假的？还是你出去不带？为什么？你去吧，十个还好。是吗？是，来。baby 姐，你好。你好。你好，怎么了？那个要开我箱子检查吗？不是你问我问题，是我问你问。可以打开吗？随便你啊，你是检察官，你说了算。紧张？这个好紧张呀。我觉得后面张姐在帮他联系，那场戏已经过了。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什么都没放有。不要有太多表情。你看郑元畅，他不断的在动。用身体在施压干扰，对，他在干扰。然后我们看 baby 的脚，也是在踮脚，也是在踮脚，也是有点紧张不安，是，对，紧张了。嘿。
恭喜你。不好意思哦，这变我的了。谢谢。你什么价格？多少颗？十颗。Yes。我觉得还是相信我那个最后的直觉。是吧？对。等一下，还是承认你出去不带吧。为什么？感觉啊。要不这样，你带二十个，他也带二十个，其实间隔会刚刚分平。但是如果你没有运出去也不行，你必须得运出去。所以现在一组压力很大，因为就还有两次机会，他们还有很多钻石没有运出去。对，对。那就这样，拿空箱子吧，快拿你的。请到谈判间就位。你去吧。我去吗？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我曾经看过一个心理测试，想要猜测对方的想法。先问他五个完全没有关系的问题，突然来一句。你里面有还是没有？他会很诚实的回答，因为他前面都是很诚实的被诱导。好问题就是一个。把他问乱掉，把他问乱掉。最后发挥雨琦啊，好，雨神还是挺好弄的，耳朵又红了。我现在特别想回去。我看你好紧张啊，陈叔叔。是的，我都嘟嘟嘟了已经。你嘟嘟嘟了。我可以回答你一百个问题，真的。你不怕吗？我很怕。OK。那我们开始。陈叔，你身高多少？身高180。体重呢？76、77公斤左右。鞋子穿多大？42。节目了，现在你紧张吗？非常紧张。那我可以开它吗？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当雨琦说想开的时候，李成故意的做出一种更为紧张的一种姿势。本来想尝试着用一系列的快问快答的方式，逼着对方说出直觉答案。对。但是在老道的李成面前，雨琦完全招架不住。我觉得应该不会。都是北京的，至于吗？这就是一个误导。对，这样会坚定语气来开枪。空的。真的，我撕名牌都没有这样过。我现在就是那个心理，我的心跳已经在这儿了。所以现在一组压力很大，因为这第四轮可能是最难的，也是分歧最大的一个决策，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会选择冒险策略。全放，不行。为什么？我觉得威胁真实的。要么我们直接拿五个也行。真的，我们不可以再输了。他们都连开三把了，最后还要开吗？没开。请到谈判间就位。你去吧。快点儿。我都不知道现在里边情况是什么样。好啦。啊，这把我不想知道里边有没有，我好紧张啊。朱砂。要用上海话哈，用上海话讲好。陈叔叔好紧张，他有个微表情，我刚才看出来了。别紧张，把奶放下。你得诚实的回答，好吗？必须要诚实的回答。OK， 好。别紧张，老喝奶干什么？安慕希不行啊。别紧张啊，开始喽。来了，朱亚文是男是女？嗯，这都要想？你在侮辱我？多了也多了，你们两个在合计我来侮辱我。卢卡斯姓什么？
黄。雨琦的头发是什么颜色？黄色。想不想亲我一下？想。里面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没有。我好多紧张，我好紧张，啊，都紧张。我后悔我知道了里边。奖励十五颗钻石。第二轮由蓝队运输白队查验。我有点抖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小时候去考试那种感觉。越往后，大家的焦虑感越强啊。反过来说，郑恺他们这一组在运钻石的时候，就有可能会采用激进策略。对的，他们现在就是四十五颗在桌上的。对，四十五颗，我们是十颗，我们要至少有三十五颗。嗯。现在就想他第一把会被开还是会放，因为开比较赚，所以我们零出去。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零的，对吧？嗯。然后十，对吧？然后零零，对吧？他们至少得带三次十。玩刺激的，一上来就是五十，一上来就是五十。这么疯吗？请第一位谈判者就位。先去吧。行，先零吧，先零吧。这样就根据你的直觉，我们不说，随你便。直觉，直觉，直觉，直觉。坐在这个椅子上真的是会紧张，真的会紧张，真的会紧张，紧张。哎，猜也蛮紧张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啊，里面到底有没有？里面到底有没有？没有。那第二个问题，是你放进去的吗？不是。卢卡斯很放松了，嗯，甚至有点逗对方的感觉。对，郑元畅也是紧张的，他刚才在点头，但不是，他就说不是，典型说谎的反应。嗯，而且他的那个面部有一些细微的抽动。真的，哥，哥，有点出息。出息的大海丁，我觉得里边没有。我觉得里边没有。放你们走，放你们走。谢谢啊。谢谢啊。我觉得他们在演。
因为我刚才看到郑恺说 yes 的时候，我脸超红。我坚信这一把他的箱子里面是空的。我也觉得。我是觉得下一把他不会放你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超很多，所以说他们要抢。OK， 很早出，很快，很积极的出去。亚文哥，我来。亚文哥啊，我来了。你好。紧张吗？还好。带了什么货呀？这也不是问题啊。怎么不算？开门就算了呀。不，你可以不回答我。我有点啊。你可以不回答我，我只是想跟你玩个游戏。聊天对对对。不要被套路了。你信不信？你会叫我妈妈？喂？不信？那你呜，你要一直呜，要很长的气哦，呜，你呜啊，你快呜。这是什么游戏？Baby 很聪明的在干扰对方。对，这就是他们在用的一个策略。但当对方不进他的这个套路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很快的调整。对。你都不跟我玩游戏，那我只能开你喽。开，开。别。李晨。对，李晨看到对方是他自然的表情了。对。对了。你看，他们在演，不配合我玩游戏。他们肯定在演，我那个时候的判断，我说千万别开。他已经乱了，他们现在还领先呢。我们是25，但是在他们眼中，我们可能不止25。就现在，唯一能让我们赢的，就是箱子里不带。对，因为他想拿走。嗯。你发现第二组蹲下来了，第一组站起来，第一组开始站起来了。谁站起来，谁就是心浮气躁了。对，是。我们现在只有45个，他们现在面上就已经有了25个，他们只要再拿20以上，他们就赢了，而且他们还有2次机会，所以他拿与不拿，他们都几率比我们大。你别忘了，他们还有一个箱子在外面，要是那个箱子里有东西，你已经输了。请到谈判间就位。一直红着，一直红着。我又觉得他们现在在演，好像放很多东西一样，但其实啥都没放。又是王倩儿，我们所有人背过身去。啊，我们不要给表情。我的感觉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胜算，所以他们一直在商量。别紧张，他在来这秀臀大肌的是吗？我们都不好意思看，我们都不好意思看你，真的。你这个动作有点。给你一个答案。不问了。哎，干什么？还可以这样？就是直接进行压迫。他一上来就出猛招，哎，出其不意。出其不意，对，哎。侬不听我老实，侬在讲啥么子？侬不听我老老实实，瞎讲有啥讲头啊？哥，三思自己。咋的？我身上有味儿啊！郑恺已经开始脸红了，有没有注意到？对，开始脸红了，紧张了，耳朵红。王健儿，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有小野兽的人。他是跟你缩小身体之间的距离，他让你非常不舒服，然后来让你暴露。对。你
闻能闻出来。箱子里像 US Man， 箱子里像 US Man。就是又说等会儿开他开呀，我还有个问题没问。Please。开呀！恭喜蓝队获得额外奖励15颗钻石。如果那个枪没有的话，是比我们小，只比我们少5颗。下一把这个才是重点。我是直接出去了呗，我就凭着直觉走吧，只有最后一次机会。原先谨慎的李晨带队的伊布，现在突然变得冒进了。是的，因为他们前面输了几次之后，开始变得心浮气躁了，心态会出现影响。看眨眼的频率在增加了，对对对，包括他的那个面部肌肉是有点假笑的感觉，对，他的脖子很僵硬。箱子不错吧？很好啊。漂亮吗？好看。很时尚对吧？还好，我觉得对，很像我的拉杆箱。嗯。你们现在还没有胜算，所以你们一直在计算，对吗？嗯，你觉得呢？那你觉得这场比赛谁会赢呢？我觉得我吗？那你觉得我会打开你的箱子吗？你看，有希多斯看向箱子，实际上就是希望李晨来开箱了，很有迷惑性哦。开它。他现在有点很尴尬的样子，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我觉得就是那么简单。开呀！他现在有点很尴尬的样子，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我觉得就是那么简单。我觉得他们这一把里面是不是放了6颗钻石？是，耶！真应该不开，其实我想不开。
Oh my god！ 啊，他们动了。Oh my god！No！ 直接到底啊！直接到底啊 ！Oh my god！ 哇！哦！哇！蹲下去！小心，小心，小心！哦！哦！恭喜业务二部获胜。Baby 是每一个箱子都想开的，其实我们也是每个箱子都想开。我们就是所有的，因为我们觉得开要比放来的保险，所以我们知道你们一定会开多于放。这一把输赢不重要，演的好与坏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我们其实真的就会结合你们类似的这种场景，在职场当中来选人。我们要观察每一个人在紧张状态下，你到底还能不能执行你的策略。其实有的时候职场的配合最终能赢，就是每个人的特性发挥到了最大化，在合适的环境里面就会逆袭胜出。感谢我们三位老师的到场。按照董事长的交代，业务一部要把卡里余额的一半转到对方的账户中。没关系，我们看你们那么可怜，就给他们8000多。这笔钱转的确实有点多啊，他们现在有11250，没有关系了，也蛮多的了，钱嘛，身外之物，钱都给你，钻石我带走。我今天穿成这样还让我们撕名牌就过分了，我特地把西装改到一点余地都没有，就你现在手抬不起来，我只能抬到这里。欢迎大家回到公司，下班前最终的任务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董事长为大家来颁布。不出来啊，他还没走啊，他还没走啊，董事长还在，我们都忘了他的存在，憔悴了不少。太久了你们。辛苦了各位员工们啊，终极作战马上开始，有可能要升职的一关。哦，37楼到40楼之间有5张写着部门经理的椅子，藏匿在各个角落，大家要在1个小时的时间之内找到这5张椅子，最后时间结束的时候，坐在那个椅子上部门多的那个部门就获胜。如果你们找不到椅子的话，每个部门有很多加班的同事可以向他们咨询一下，说不定会给你们一些线索啊，好不好？各位有没有信心？有。谁最帅？董事长。我。现在只剩你在喊了，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喊。行吧，期待你们的好运气。五把椅子，那咱们走吧。来。哥，等一下，我们是要找什么椅子？等一下，我有点忘。我们要找的是部门经理这4个字。Thank you。那你找到部门经理的座位，你让给我，然后我拥护你做董事长，然后我们把那个董事长给赶下。鱼的，这杨总，我早就看他不顺眼。真的，马上把他弄掉。长得太猥琐。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看过特别的凳子？如果可以帮我找到的话，我可以一起拍照。真的吗？那请一起拍个照好不好呀？你是知道了是不是？啊，这样。黑色的、蓝色的都有的，好多的。对，你好。啊，我是上面的部门的，但是呢，我今天我要找一个凳子，有没有见过一个有名字的凳子？好像没有见到过。没有吗？真的？好，谢谢。哎，我的魅力吸引不到别人，怎么做啊？我现在。你好，那你有没有见到上面贴着部门经理的椅子呢？好像有，在一个光线特别亮的地方。光线特别亮的地方。光线特别亮，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光线特别亮。
都在哪儿？你们都在哪儿？我有新发现。你先告诉我你在哪一层？39。哎呀，在哪儿？这怎么藏起来？经理不会躲在冰箱里吧？这么多吃的，没有啊？没有啊？在 baby 那一层的要注意， baby 那一层的要注意， baby 找到了一张了。baby 哪儿呢？ baby 我是交代，快过来个人帮我把郑凯支开吧。啊，37楼，37楼，快点，小心花，小心花，快过来，快过来，他抢凳子了！快过来，快过来，他抢凳子了！快过来，他抢凳子了！美女，去哪儿？在这儿。哈哈哈哈哈！我是不会放，哎，我是绝对不会放。你们至于吗？这么多人来抢这把椅子，至于吗？啊！我真的耶！哎呀呀呀！快呀，我们人手不够啊！快，把他们拖出去。晨儿，把他放到这屋子里锁起来吧。不可能，你把他拉开。不行，不行。我帮你来锁起来。袁昌，袁昌，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他们。你不要抓我屁股啊，把他先拉开，小心，你不要抓我屁股啊，把他先拉开，小心，你疯子，走出去，拿走，快走，快走，没有用，走走，找个房间，找个房间锁起来。送你们了，这把我不要了。这一季很久没有这么找过东西了，真的找疯了。baby 是我，快给我开门，快快快快快，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递，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睇睇睇下睇下，呢度系部门经理经理呀。好，我等来着，等你把这个灯搬到这底下。不用，我就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展开，37里面有动静。来了来了。哎呦，这么多同事呢。哎呦，还忙着呢。忙着呢。别忙了，起来放松放松。管夜宵吗？郑总。管，必须管，必须管。想吃什么？烧烤。烧烤没问题，撸串。真假？真的。我真信。走啊，走，走走走走走，上班。哎，老师，来来来来，一起一起。上班太辛苦了。我们对运动运动，溜达溜达，对不对？哎，同事，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们边走走边聊聊天，边找找椅子。哎，同事，来来来来来，找你们有事儿，找你们有事儿。展开，你们人在哪儿？人在哪儿？所有人小声一点，副
俯下身子，走走。嘟嘟，好家伙！高高高高高！嘟嘟，展开！快快快 ，Go！ 这个里面很明显有人。李春疯了，李春已经疯了，为了一张椅子，我杀了我。你就在这儿吧。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今早郎慧娟还没到化妆，还有人帮忙啊！这是个前任，什么鬼？今天比较有 feel， 我觉得我可以多找几个。哦，我们现在保底有俩。OK， 以防别人找到。39层，天哪，我记太多了，我现在忘了。走吧，走吧。同志们，39层我又找到一个。可你找到了吗？我今天找到了两把。哥，要不你去做39层，另外一把告诉你在哪？在哪？我再带你走一下，就是这里面最里边那个。OK。我们可以找那些人，让他们帮我们，知道吧？雨晴，哎，你为什么一直在这里走来走去啊？没有，因为刚才姐姐跟我讲，她说是在一个休息区。你知道我们要找什么凳子啊？人事经理上面贴着一个人，你过来，你过来。
人事经理，我找到一个。我也知道在那边嘛。对呀、啊。但是他那个不是。你守住他呀。不是这个，是人事经理吗？对吧？是什么什么经理？是什么经理来着？等一下。他在这边，我好像在这边找到的。四十层有没有人？四十层有没有人？我来了，我来了。亚白哥，你就最后去四十层，我去三十九层。来边啦，快啲出嚟！喺边度？喺边度？几楼？几楼？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人找到一张了？我跟 Lucas 守住自己的椅子，我也找到了，他也找到了 ，Baby 姐也找到了，对吧？五把椅子里面三把，我们就赢了，对吧？哥找到了吗？我在跟着王嘉尔呢。别跟着我好吧？跟着你怎么办呢？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已经发现了那把椅子。所以哥，你现在就去四十层里面，你就在里面等着就好了。我现在就在你刚才咱俩藏那个位置等着。但是亮儿一直在我身边徘徊。我们就藏起来，不要有动静，把住三把就稳赢啊。OK。现在我这边是一个人在看着两只小狼狗，郑凯，不行就得抢啊。我集结了一个小分队，你需不需要帮忙？结束了。部门经理的份子必须得包得动。恭喜业务一部获胜。我们可以做部门经理了吗？这一轮还没结束。业务二部卡里的钱还要转一半到业务一部卡当中。转。我们来一起见证这个奇迹的时刻。Oh!
部前业务一部的卡里有14375元，业务二部的卡里只有5625元。其实也挺多的，吃顿宵夜应该够了吧？大家辛苦了一天，马上我们就要前往超市去购买各自喜欢的东西。好，好 ，Yes。第一期节目的首播，我想看恐龙，我不想获得更多人来营救的那一位，可以不用被关进小黑屋。不行啊，另外一位今晚要被关进小黑屋，一起看首播。我一定要看到真正的结果，你们一定要把我救出去。希望新闻客户搜索奔跑吧超级演唱会。